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Uncle， 欢迎来到我游戏频道。在今天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《Omega 七族狂欢》的最后一周啦。那来到了魔族，这些诚意依然是给的非常的足够。可以看到画面中的这七张，其中有三张，甚至是四张，我都觉得还不错的。好，我们就一来分析这一次的卡池吧。好，那这里的话，这次卡池其实我觉得像雪女这个诚意就给很够了。这个秦始皇在现在讲太多针对他的暗属性盾牌，那这时候雪女就可以上场了，还可以打出自身的界王拳。他在极限突破之后是让星珠兼具水珠的效果，也就意味着只要看到他的主动技能，就可以消除九力上的星珠，而且这些星珠还会兼具水符的效果，让自身也可以打出这个攻击界王拳这样子。所以再解一些暗属攻击力无效，那这样秦始皇就可以带上雪女，所以他算是在秦始皇近期还蛮常出现的队员选择。好，那再来是萨斯姆啊，萨斯姆对于纯魔族来讲，他有优势来自于还有生命力的加成。好，有些人就会说，哎呀，阿豪你这个形态是不是有一点小？对，我还没进化，对，所以这个我找时间再把它进化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里的话，再要提到这是最大诚意是来自于夏娃，这个之前的一趴大奖居然现在也是免费送哦。我觉得夏娃更香的地方是在于哦，它的造型，它造型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有经历过那段时间，应该都有把它带回家，但是那时候可能你没有这个这张卡片。但这个造型也可以先拿，所以这时候如果说你刚好在这个卡池中捞到，哎，那就请你放声大笑，因为这个卡面真的是蛮香的啦。好，那再来是这张卡片，作为虽然魔族已经有秦始皇了，但夏娃他更强调的是更高血量的纯魔族，所以这个情况下他就是纯魔族中最高血量的队长选择了，这还是有他的优势存在的。好，然后之后我发现这边是感觉是一个皮卡丘吗？这边，不对，我的那个游标大家看不到，就是在夏娃裙子的左下角那边，感觉住了一个皮卡丘。好，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。好，那或许不是皮卡丘，好，随便，反正就是很香的一张卡片。好，那再来是天狗，天狗这张卡片是在秦始皇里面也有机会可以登场的，它的强势之处其实跟雪女是一样的，就是非暗属性它可以出来稍微的晃一下，因为它毕竟也有自身界王拳的一个加成，对，然后再来是它本身也会有这个控场的效果，现在有一些是直接就是给你控场盾，你一定要对它造成控场才能对它造成伤害，那这时候这张卡片也能够派得上用场。那他算是，如果说谈到界王这个部分，是铁扇的下位版啦，所以你有铁扇的话，我觉得天狗也不一定要练起来。好，那再来的话是来到狂魔，这次是送水狂魔。水狂魔，我们就有消息指出，他的即将要推出这个武装龙科了，但目前并没有在进一步的进化阶段。好，所以这个可能还要再等一下，但他是有推出这个专属武装龙科的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。那再来的话，还有沙旦，我觉得这给的真的蛮够的。这个沙旦虽然说强度真的是在往下掉了，但是这也算是那时候堕天其实没有谁是一趴大奖的概念啦，就是都是大奖这样子。但是沙旦作为三大奖之一哦，所谓就强调就是暴力嘛。那他告诉他也是魔族，所以如果说你没有秦皇，你没有夏娃，那你就可以把沙旦给练起来，它算是秦皇的替代品。但现在来讲，由于秦皇也一直被针对，那连带影响到沙旦，所以沙旦在秦皇都很难打的情况下，自然他也就比较没有出场的机会了。好，当然他的主动技能，我觉得才是他也可以当队员了，对，他也可以转一些魔族珠，然后引爆一些风化跟冻结，因为翻到这些主动技能哦，说实话都是秦皇的下位版了，因为秦皇就直接复原版面了嘛。那能解东西更多，不过秦皇做不到事情，他没有这个魔族珠的加成，更没有这个整队暗属性的加成攻击，所以就单纯以一个队员的暴力加成的话，他沙旦是做的比较多的，但他 CD 8是偏长了，创 CD 8这个能够带到更好效益的按摩族角色，比如说像飞影这种，
所以撒旦也并不是真商的第一首选。只能说撒旦，虽然说看起来诚意很够，但事实上，出场机会也是在这个版本来讲就偏低了。好在是华光哦，这个更低了。大家有看过他吗？或许有些有看过啊。然后他就是一个不起眼的队长，对。然后他是有一定生命力的，也不是太多，也没有到夏娃这么浮夸，大概两三万吧。没有很高的攻击力，没有很高的血量，所以他当队长说实话就是一个字，愤。好，就是这七张，其实大部分都算是有偏诚意了，这看出来这官方这一次这个压轴做的也是不错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个七张卡片的一些分析。好，那以上如果大家想要抽什么卡片，都欢迎在这个下方留言，祝你们都能够抽到自己想要抽到的卡片。那我们在稍后会有一抽入恒的活动，大家也可以来我的 FB 专页哦，可以看一下。我们等下稍后会发布这个相关的消息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了，大家想看更多关于新的影片，不要忘了下一期内容全部都是由新的片决定的。那我们上课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落打，大家拜拜。